安，我是卢克，今天要来分享这次讨伐真的速杀队伍。莫里亚蒂要明天才有加倍，只好卖斋藤一个面子。为了让示范更完整，我会打好几场，再收录重点片段。接下来看到这队的注意事项：斋藤要专属武装左之助约飞，拔刀斋武装要进场1-2，时光牌要满等的悲剧的回圈。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进场的加速是随机的，有可能没抽到重点角色，之后一路放置。能阻止斋藤的敌人不多，三鼠强开斋藤，斋藤内剑无视反手交盾，王冠的操作我最后会示范，先换下一场，前面超级顺。这边碰到击巴火神，开拔刀斋直接送他下去，刚好是水煮炮击。下一层是一补，拔刀斋的旁边还在，靠岳飞全板心。开岳飞的那回合要还原全消，没斋藤盘的话，单开佐之助也可以。拼图盾一样拔刀斋，这发炮击无视弓前盾跟拼图盾，再换下一场星珠盾直接佐之助。第一行一步消满20星触发加速，换最后一场累积15水拔刀斋，再配约飞全班水。斋藤的露珠很讨厌，很多地板会被破坏。王冠先开格拉莫让龙妈满剑锐，之后龙妈基尔无视敌技炮击，其他敌技的应对都很直观，连续恩鼠盾的话可以靠龙妈技一配合拔刀斋的队长技破盾。以上就是这次讨伐战的速刷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